宿湖边惊现神秘管状物，它们究竟如何形成，又为何出现在柴达木戈壁深处？荒滩铁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起外星人来啊，长久以来一直有许多的说法。有一部名叫 ET 的电影，您恐怕不会陌生。这影片啊，描述了一个10岁男孩与外星造访者 ET 之间啊，这个划破隔阂建立友谊的故事。而近些年来呢，关于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的报道呢，也是屡见不鲜。一些科学家认为啊，整个银河系当中与地球环境相似的行星啊，可能多达100万颗。而那些行星上发展出比人类更加智慧的生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就在几年前啊，我国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东北部一片名叫托素湖的地方，又传出了发现外星人遗址的消息。那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带您一起去看一看。几年前，一位探险者来到了托素湖。就在湖边的浅水中，他无意间发现了许多形态奇特、有着圆管状轮廓的物质。它们有粗有细，竟然还有着铁锈一般的颜色。这些呈现出标准圆管状形态的物质究竟是什么？接下来，这位探险者又在托素湖边发现了一个三角形的洞口，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了进去，没想到看到了让人吃惊的景象。只见一根管道一样的物质穿石而过，嵌入岩石之中，上面遍布铁锈红色的斑点，看上去像极了一根铁管。托素湖一带大量惊现的神秘管状物质究竟是什么？它们又为什么嵌入岩石之中，呈现出圆管状的形态呢？接下来啊，这位探险者呢，又在托素湖畔的戈壁滩上啊，找到了一块开阔的平坦之地，与传说当中的外星人停机坪啊有些相像。再加上托素湖一带海拔高，空气透明度高，极易接受毫米波，于是，这位探险者根据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这些奇怪的管状物会不会就是外星人所造的铁管群呢？而托素湖一带很有可能就是外星人活动的遗址。很快，这托素湖惊现神秘管状物的消息就传开了，立即引起了多方关注。那么，托素湖这些形态规整的管状物质究竟是什么呢？它们是怎么形成这种管状轮廓的呢？为破解谜团，地理中国摄制组与地理专家温晋林一起来到了怀头塌拉草原，对托素湖一带的地理环境和管状物的分布展开了调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德令哈位于青海省的北部，托素湖就在德令哈市西南40多千米的怀头塌拉草原上，它与柴达木盆地最大的淡水湖可鲁克湖紧密相邻，两片湖泊之间仅有一条小河连接，整体看上去就像一对搭链，因此也被当地人称作搭链湖。从空中俯瞰，可鲁克湖犹如一面巨大的明镜，它所蕴含的宝贵淡水使得湖边分布着大片的湿地草原成为众多动物生活的天堂。一代代蒙古牧民也在湖畔逐水草而居，生生不息，成为这里最美的画卷。然而，当考察组从可鲁克湖向南驱车行驶了约4000米，抵达托素湖后，两边的景象却由绿色的草原变成了茫茫的戈壁。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呢，我们终于抵达了托素湖。这片蔚蓝色湖泊岸边的管状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漫步托素湖，犹如置身于一个奇异炽烈的金色世界。戈壁上这些线条浑圆的砂岩山丘，如同经历了火焰的焚烧一般。这里几乎没有生命迹象，荒凉中透出一种难言的静谧。难道真的会有地球之外的生命造访过这里吗？与淡水湖、可鲁克湖不同的是，托素湖是一个内陆咸水湖，湖水十分清澈，却见不到鱼虾等生物的踪迹。托素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酥油，因为湖水含碱较高，到了冬季，浪花夹杂着白沫拍打岸边，像极了酥油沫。托素湖面积近140平方千米，是可鲁克湖面积的2倍还要多。那么最早发现神秘管状物的山洞又在哪里呢？当地人告诉我们，托素湖边有一座名叫巴音诺瓦的小山，神秘管状物最早就是在巴音诺瓦山的山洞里发现的。好嘞，这就是。经过一路跋涉，考察组终于进入了这个山洞。洞内是清一色的砂岩，几乎看不到一点杂质。紧接着，考察组在山洞的底部和顶部分别发现了2个深深嵌入岩层的圆形孔洞。孙进林，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旅游系副教授，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分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丹霞地貌与旅游研究分会副理事长。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铁管，对，还是很像的。下边这个还有空心，对，上面也有空心的孔。对，这个管子上哪去了？管子应该延伸一定的长度，它就该消失了吧？传说中的外星人铁管已经被破坏，不见了踪迹，只残留下这两处圆孔状物质和部分管壁，它们都呈现出铁锈红色。这种这个岩层当中呢，我们管壁周围这个很明显的这种铁锈色的，这就是铁离子一种富集的表现。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我的手往过来看，在这个洞壁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啊砖红色的条纹，这些砖红色的条纹都是呢在这个岩石沉积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氧化铁生成以后表现出来的颜色。温老师告诉记者，岩面上显现出铁锈红色的物质，其实是铁的氧化物三氧化二铁。从残留的管壁可以判断，这根管道长约7米，直径大约有30-40厘米。它曾经从洞穴深处穿石而过，与岩石嵌合的天衣无缝。接下来，考察组在山洞内的其他位置也发现了多处类似的圆管状物质。这些形态奇特的管状物如此集中地出现在巴音诺瓦山洞，让人感到不解。那么这一带其他地方还有没有类似的管状物呢？随后考察组沿巴音诺瓦山洞而下，来到了托素湖边，展开了细致的考察。果然，我们在托素湖岸边的多处地方发现了更多的铁色管状物，它们都有着标准的圆管状轮廓，口径有粗有细，深浅不一，都呈现出铁锈红色，深深地嵌入岩石之中，显得神秘莫测。这些圆管状的物质如此多的出现在托素湖畔，怎么看啊都不像是自然形成的，那么它会不会是人工打造出来的？
考察组了解到，就在几年前啊，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一支科考队啊，曾经对托素湖一带的这个管状物啊进行过科考，结果测定啊，他们的这个年代大约在距今145万年以前。然而，这一地区最早出现人类活动大约是在3万年以前，这就说明啊，他们不可能是人工打制的。那么，这些神秘的管状物究竟从何而来？为破解疑问，考察组又来到了托素湖边一处陡峭的砂岩山丘。出人意料的是，在这面近乎直立的崖壁上，我们发现了更多密集的空心管道，深深地穿进坚硬的岩石中。这一个看上去很大的管状物，直径大约有40厘米，深度大约有2米。悬崖之上的管道群让考察组陷入了疑惑，它们究竟是怎样形成圆管状形态的？又为什么会嵌入陡峭坚硬的崖壁之内呢？正当考察组对这些管状物的来历感到迷惑不解的时候，当地人又告诉我们，在托素湖西北部有一处湖心岛，有人曾在那里发现过类似的管状物。于是考察组决定前往湖心岛一探究竟。渐渐的，湖心岛已经清晰可辨，连绵起伏的金色丘陵中见不到一点绿色。它本身这就是咸水湖，所以说呢，岛上呢会几乎说没有淡水资源，因此呢几乎没有生物生长。一踏入湖心岛，仿佛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这里遍布浑圆的砂岩丘陵，除了少数耐旱植物外，几乎看不到其他生命迹象，显得单调而神秘。随后，考察组爬上一座沙丘，展开了细致的勘察。就在一行人到达山顶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许多形态奇特、犹如鱼鳞一般的片状物，一下子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它们呈现出铁锈般的暗红色，看上去像极了铁片。看那个。那什么呀？有铁锈红色的那个。是不是？是不是？像鳞片一样的东西。嗯，像不像铁的？啊，对，还真是有铁锈红色。这就是铁质荒漠漆。温老师告诉记者，这叫荒漠漆。这就是荒漠漆吗？为什么在湖心岛的荒凉戈壁中会出现这种暗红色的鳞片状物质呢？随后，专家向我们解释了荒漠漆的形成过程。在气候干旱的沙漠地区，昼夜温差较大，当夜晚温度骤降，空气中的湿气凝结成水分渗入砂岩，砂岩内部的铁离子会借助水分子附集到岩石表面，一旦遇到阳光，水分蒸发，铁离子就保留了下来，使岩石表面呈现出了暗红色。随后，温老师又向我们展示了荒漠漆的另一面。我给你敲开一块，你会发现它底下，看。这典型的砂岩。对，这面是铁色，那这面呢，就是砂岩的。尽管荒漠漆的一面富集了红色的铁的氧化物，但另一面却露出了灰绿色的岩面。专家说，这种情况表明荒漠漆的含铁量不高，仍是砂岩。那么，湖心岛上究竟有没有含铁量更高的铁质管状物呢？带着这个疑问，考察组继续向沙丘腹地深入。走到一座沙丘脚下的时候，沙层之上出现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铁色物质，它们有的是片状，有的呈块状，都显现出铁锈红色，看上去与生锈的铁片或铁块十分相像。再向前走了没多远，让人兴奋的是，
地表之上出现了更多铁锈红色的管状物，它们大小各异，有的只有拇指般大小，有的却如碗底一般粗大，与考察组在托素湖畔发现的管状物完全一致。我们在托素湖湖心岛上发现了许多像这样的啊，具有铁锈红色的物质，非常的像铁。而且呢，你看啊，这个小的，它就是有一个圆管状的形态。那么它们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铁管呢？让人惊讶的是，当温老师敲击了一个实心圆管后，它竟然发出了金属一般清脆的响声。听这声音呢，很有点金属感。你看啊，这个就好像像一个圆环一样啊，对，也是一个管状物一部分啊。对，实际上就是这个的最外层的一个壳。啊，就是这样。哎，跟这个。啊哦。你看这面。这些能够发出金属响声的管状物，让队员们十分惊喜。他们是否就是铁质金属管呢？对，这是。咱们再往上找找。对。看看还有没有。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对，这很明显的，看上面还有两个小的。队员们顺着砂岩山坡走到山丘顶部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三个更加粗大的铁色空心管状物，垂直嵌入金色的砂岩断面之中，呈现出三角形的排列。每一根管状物的直径都有20多厘米，最大的一根达到了30多厘米。这些管状物之所以是铁锈红色的，同样是因为富集了大量的铁元素。那么它们的含铁量究竟高不高呢？这个呢，接下来考察组准备用一块吸铁石对托素湖一带采集到的铁色管状物进行一个简单的实验。如果是铁的，它应该能吸起来，包括像这个都没一点吸力。你试试你的铲子，它是钢铁的。哎，一下子就给吸附住了。考察组发现啊，这吸铁石呢，对这些铁色管状物啊，竟然没有一点的吸力，而且呢，当队员们敲击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被敲碎了。显出细小的沙粒，这就说明啊，这些铁色的管状物的含铁量并不高，主要成分呢还是砂岩岩石。紧接着一个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砂岩是怎么形成这种有着圆管状形态的管状物的呢？为此啊，考察组又展开了新的勘察，果然队员们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考察组在直径最粗大的那根管状物的内部发现了植物碳化后的残留物木炭。这里边居然有木炭，非常明显的木质纹路，而且的话这个非常的疏松。那发现木炭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这个整个原来的整体它就是一棵树。温老师告诉记者，木炭是木材经过不完全燃烧或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热解残留下的深褐色或黑色的疏松多孔物质，发现木炭就意味着找到了破解管状物形成之谜的钥匙。它的出现表明了托素湖一带的管状物很有可能是植物被尘埋后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所形成的。与此同时，考察组还发现眼前这三个空心管状物的形态看上去与树木的主干十分相似。这仿佛是一个主干，这是一个枝干。这里边你看这个粗壮的，这是一个刺粗的，这两个之间是不是很像一个主干上分出来的枝杈？这个很有可能又是更刺两级、刺三级的枝杈。
接下来啊，考察组把这个铁色管状物的样本带到了实验室进行化验。通过对管状物的这个内外壁取样化验，脱素壶一带管状物的成分终于验明了。原来啊，它主要是黄铁矿和碳的交结物，这含铁量啊只有大概30%，还含有数十种金属元素和微量元素。此外呢，专家在显微镜下还发现了一种酷似树木年轮的同心圆的结构，而这些管状物呈现树木形态，发现这个木炭完全吻合。由此，这脱素壶管状物形成的这个神秘面纱被彻底揭开了。专家认为，管状物的形成与柴达木盆地几百万年来的古地质演变有关。在距今数百万年前的第三纪，柴达木的气候温暖湿润，这里雨量充沛，湖泊密布，生长着茂密的树林。持续暴雨形成的猛烈洪水携带着泥沙吞没了树林。后来随着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急剧升高，印度洋季风带来的雨水被挡在了喜马拉雅山南坡之外，柴达木的气候开始变干变冷，湖泊逐年干涸。在此之后，脱素壶的地层发生了剧烈的沉积作用，树木被沉埋于数百米深的地下。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中，泥沙中的铁元素逐渐吸附并替换了树木表层的韧皮部和碳元素，于是树木内部的木质部被铁质外壳包裹，经过漫长的演化之后，就形成了这些拥有树状形态的黄铁矿。后期当地壳抬升，黄铁矿出露地表后，进一步氧化成了褐铁矿，而内部疏松的木质也被迅速风化直至消失，就成了现在所见的管状物。专家告诉记者，这三个粗大的空心管状物其实是一棵树木的枝干经过漫长的地质变化演变而来的，由于后期侵蚀掉了其他部分，因此眼前的这三根管状物才会出现平行嵌入的状态。而此前科考中发现的较为细小的管状物则是由树枝演变而来的。那么铁色管状物中所富集的铁元素又是来自哪里呢？在随后的科考中，考察组注意到广袤的金色砂岩丘陵中还出现了许多暗红色的岩层。这是这个非常细腻的这个红色粘土，它含有这个铁的氧化物，所以它呈现出红色了。温老师告诉记者，这些红色的砂岩层表明了包括湖心岛在内的脱素壶地层中富集了铁元素。那么这些铁元素又是怎样沉积到管状物中的呢？专家考察后认为，这与脱素壶一带的地貌演变密切相关。在距今上百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广袤的湖泊，湖底是一块由砂岩地层组成的平坦陆地，流水把丰富的铁元素携带到了这里，沉积到地层中。后来随着地壳抬升，砂岩隆起出露地表，形成了包括巴音诺瓦山在内的众多山丘。之后这里开始接受流水经年累月的侵蚀，巴音诺瓦山被侵蚀出许多裂隙，其中一条逐渐扩大，形成了现在的外星人洞。可见管状物中的铁元素是上百万年前被洪水冲刷到脱素壶一带，沉积在砂岩之中的。看来脱素壶边这些造型奇特的管状物并非天外来客的制造，而是大自然无心的杰作。经历数百万年的地质变迁，曾经植被繁茂的柴达木盆地如今已是一片荒凉。奇特管状物的出现向人们揭示了大自然所隐藏的秘密与造物的神奇。
地球在沧海桑田的更迭中创造出了这些超乎人类想象的地质杰作。如今世间万物仍在经受着大自然的洗礼与雕琢，更多的奇迹也在悄悄诞生。专家告诉我们，在这个树木形成的化石当中啊，比较常见的是硅化木，因为这硅在地层当中啊是最富集的物质之一，它的这个氧化物呢会逐渐取代树木当中的有机质，直到把整个树木完整的保留在了地层当中形成化石。相比之下，这托素湖一带的铁色管状物啊，则是一个大自然的意外创造的巧合，非常罕见。由于这个铁的氧化物啊不如硅的氧化物结晶致密，所以呢只形成了大致的树木轮廓。而这些小小的管状物呢，也为人们研究柴达木盆地这古地质演变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托素湖边惊现神秘管状物，它们究竟如何形成，又为何出现在柴达木戈壁深处？荒滩铁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出现的神秘管状物质究竟是什么？它们又为什么嵌入岩石之中，呈现出圆管状的形态呢？接下来啊，这位探险者呢又在托素湖畔的戈壁滩上啊找到了一块开阔的平坦之地，与传说当中的外星人停机坪啊有些相像。再加上托素湖一带海拔高，空气透明度高，极易接受毫米波，于是这位探险者根据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这些奇怪的管状物会不会就是外星人所造的铁管群呢？而颜色，这些呈现出标准圆管状形态的物质究竟是什么？接下来这位探险者又在托素湖边发现了一个三角形的洞口，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了进去，没想到看到了让人吃惊的景象。只见一根管道一样的物质穿石而过，嵌入岩石之中，上面遍布铁锈红色的斑点，看上去像极了一根铁管。托素湖一带大量惊现的生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就在几年前啊，我国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东北部一片名叫托素湖的地方又传出了发现外星人遗址的消息，那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带您一起去看一看。几年前，一位探险者来到了托素湖，就在湖边的浅水中，他无意间发现了许多形态奇特、有着圆管状轮廓的物质，它们有粗有细，竟然还有着铁锈一般的眼。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起外星人来啊，长久以来一直有许多的说法，有一部名叫 ET 的电影您恐怕不会陌生。这影片啊描述了一个10岁男孩与外星造访者 ET 之间啊这个划破隔阂建立友谊的故事。而近些年来呢，关于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的报道呢也是屡见不鲜。一些科学家认为啊，整个银河系当中与地球环境相似的行星啊可能多达100万颗，而那些行星上发展出比人类更加智慧的